就知道他会跑过来。好久不见，抱一下。我也不懂时尚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还有警察。哦，里面是卖鞋的。啊，很多男生在排队。还有美团还不知道跑腿的也在排队。我觉得这上海真的好美啊，你看这个街道，这个建筑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新天地了，就准备来这家非常网红的面包店看一下人多不多，人不多的话可以排着试试看，因为在网上刷到过好多次。绿色的袋子，人不多吧，你说要排吗？姐妹一起就是要喝喝咖啡吃吃甜品呀，要么试试看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已经排了半个小时了，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啊就是喜欢凑热闹，是不是啊？还好今天的队伍不是很长，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些排队排老长了，那就没必要了。今天排一排，我估计一个小时能搞定。快一个小时了，胜利就在前方啊，一步之遥了。我们终于进来了，开始我们要点什么？热门产品还要粉丝简单购买，整体有点无语。那里的看看有什么要吃的吗？点一个草莓的吧，牛角包，做好夹吗？拿盒子的吧。好，这里是碱水面包，搞一个巴斯克蛋糕。哇，真的是很热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太多人了，我们先找地方坐吧，太多人了。啊，还有两个口罩，挺好。这个袋子说实话挺鸡肋的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点的都跟草莓，饮料也是草莓，巴斯克蛋糕、芝士蛋糕，这个还可以，里面还有点爆浆的、流心的。这个蛋糕我以前经常吃。我们点了一杯美式，然后一个草莓的饮料。他们车厘子饮料已经卖完了，12颗牛奶草莓 VC 炸弹，名字好长啊！突然李宇真骚动，因为他们是限时放那个桂林的牛排的，店员一喊啊，你看刚刚住在这里边的人，全部都去排队买牛排去了。方已经派我朋友前去购买牛排，我先吃点蛋糕吧。这个巴斯克蛋糕还可以，其实只要材料好，很多甜品店都能做的这么好吃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刚刚是不是很吓人啊？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说他们店里的一个特色，惠灵顿牛排牛角包，是58块钱一个是吧？对，58一个。看的样子还可以哦。我们先吃那个吧，等下那个冷的不好吃。对，还热乎的，很酥哎，外面。这个肉也。其实我听人家评价过，这里面的肉不是特别好的牛排。但是它就是价格摆在那里嘛，58块钱一个，58块钱一个。哇，里面是那些是蘑菇吗？啊，这些惠灵顿牛排我从来都没吃过，它这个牛排人家说是拼接肉，刚切好牛角包，人家说牛排可以买了，我唰一下跑过去，笑死了。其实东西还是可以的啊，味道还不错。嗯，但其实就没至于，不至于这么排队。对，这个看里面是这样子的哦，好香啊，香确实挺香的。我先把它的牛排掏出来看一下，能？嗯，像是那种很规整的那种牛排，懂吗？也还挺厚的，算吧。你那里牛排吗？不会都切到我这里来了吧？
有。我觉得它香是蛮香的，就是它那个牛排肉不是很好。里面那个是蘑菇酱吗？好好吃啊，外壳又很酥，真的是蛮好吃的。可能是我没有见识吧。牛排和面包的搭配，对，吃出汉堡的感觉。现在人好像多起来了，我们来的时候倒没有这么多人。那我们先去那里逛一逛嘛。现在我们就开始逛街。我想买一个这个试试看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哇，它小样，对呀，199啊，缎木的。这个店就有很多小样的，大牌小样。这是什么？化妆包，好看。哦，颜色就是那种颜色啊。这里好像一个仓库啊。哇，真的有一种那种仓库的感觉啊。女生很爱逛这种地方，种类很丰富啊。我家里的这个快用完了，我看一下这里多少钱，50ml的。它这有说多少钱吗？哎，2384，比代购要贵100块钱，就我认识的代购。考虑一下，逛了一圈下来啥也没买，还是在网上买吧。你看它变形的好奇怪。你看我美吗？你看我美吗？特美，这个额头特别亮。你看你，咱们上海传统晾衣服的那个杆子伸出了。像这种街道它也是这样，知道隔壁好像隔壁他们有一个小露台一样的，就这一排这种露台，你在上面喝个咖啡啊。如果租房也有这样子的话，肯定很贵。21.9平方，350万，336.8平方的是495万。挂牌价。我们晃晃悠悠从新天地逛到了淮海中路。我很久就是没有这样慢慢悠悠的在上海街头这样逛了，对，散步。去逛逛这个店，这个好大，什么都有，可以逛一下，反正没事嘛。这个帽子啊，你适合，哎，有你适合戴的帽子。戴帽子好丑，就真的。这顶帽子还好，这顶帽子好像是棉的。记得吃药，记得补补，多吃药补脑子。这个是营养品。啊，像不像？是的。这个杯子挺好的。哎，如果我们明天就走的话，可以买一个直接带走。现在放在身上叮叮当当很烦。看，好可爱，好夏日的感觉啊。嗯。小厨子，家丽青解救我！我的手，把我拔出来。幼不幼稚？幼不幼稚？请你吃 hamburger， hamburger。好有创意，你看它这里的东西吸引还是很吸引。对呀、啊、东西又多又杂啊，就挺好逛的，好看。再试一件，试两件衣服。这个毛衣小时候好像就有的，就是这种，但它在打折，400多，打折到199，感觉挺划算。但它很薄，好像这个 L 码的有点大了，
还有一个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还是米色的会比较好看一点。这个颜色，哎呦，人太胖了。我就很好奇，就是上海街头还有这种电话亭啊，我以为是硬币，它还是插卡的。不知道是现在还有没有人用这种插卡的啊？我觉得最多它是一种氛围感，啊，一种城市的装饰。